之前，香港老戏骨刘丹参加节目录制并接受采访，透露了孙女小糯米的近况，表示自己中秋当天也要开工，所以是奶奶陪她过中秋，安排了很多节目。他还提到小糯米进入小学后交到不少朋友，前几天还和朋友约好一起玩灯笼，很喜欢中秋这个传统节日。刘恺威仍然停留在内地忙于工作，无缘回港陪伴女儿。不过刘丹表示，儿子每天都会打视频电话给孙女，所以父女俩关系很亲密。据悉，这次刘恺威特意从香港返回内地，是为了出席9月21日的中秋晚会，他将演唱金曲《海上明月》。此前刘丹曾在采访中透露，杨幂由于疫情原因已经一年多没有与女儿见面，这次中秋杨幂也还是没有赴港计划，依旧在内地忙于工作，想必心里肯定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。不过小糯米有爷爷奶奶陪着，还有同学跟他玩，相信不会感到孤单。喜欢就订阅呗。